嗨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东方圣人。Oh my god！ 我现在觉得这个 Google 跟这个 YouTube 这个平台哦，真的太好了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 YouTube 它每天都会有很多的人上去搜寻，所以呢，这也是我传送讯息、发送讯息的一个非常良好的管道。YouTube 就像一个小世界一样。可以搜寻到，可以发现到非常多的东西。那 YouTube 真的很好，也非常的重要。那希望大家可以善加利用哦，善加的用 YouTube 观看影片，然后搜寻要查找的东西。但是哦，希望大家不要滥用 YouTube， 就是 YouTube 不要看一些废片啊，就是 YouTube 要看就要看一些重要的资讯，这才是重点，这才是 YouTube 建立这个平台的一个原因啊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讲这个。我最近哦，一直不断的在执行哦，在发送，向大家发送一些讯息哦，就是这个拯救人类大计划。那这个拯救人类大计划呢，那我也会跟其他的订阅者或者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人说，只要你们有订阅我的频道，你们有收看、有观看、有参与我的这项计划任务的话，那你们都能够领到奖金。那关于领奖金这件事情，我是这么看的啊，其实很合理嘛，对不对？你只要订阅我的影片，然后让我的消息能够被推广出去，给更多的人知道，那这样子你们也是对我的一个帮助嘛，也等同于你们在参与这项计划，在跟我合作，在合作会领到奖金，这也是非常应该的事情。就像是如果我任务完成，我成功的研发出这些科技，我成功的创业，我第一个当然是去找那些订阅我影片的人嘛，不然我要找谁，对不对？订阅我的影片的人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嘛，所以有奖金有分红，我都是第一时间给予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们。那我在这里也是这么说啦，就是说你订阅我的频道就会有一定的好处，那废话嘛，订阅我的频道，我完成任务，你当然也会有好处啊，不然呢？那如果有一些人不想订阅，不相信我讲的话哦，那就算了，反正又不是我的损失，对不对？是你自己的损失啊，你自己丧失了这个机会。那么我再跟大家讲清楚一点啊，就是说有订阅我这个频道的人哦，有订阅我这个频道的，就是各位订阅者们啊，就是我这个活动是前1000位，就是前1000个订阅我频道的人都能够各领到1000块的台币。当然我是说我们合作之后，然后我的任务完成之后，我就会发放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到1000块。然后这个不是开玩笑，这是真的。也就是说我会对前1000名订阅我影片的订阅者哦，我会分红给他们奖金嘛，对不对？你们订阅我，你们支持我，我就会给你们奖金啊。那奖金就是每个人最少都有1000块台币的这个钱。重点是我开始要执行这个计划，就要跟更多的人哦建立合作关系。那这个订阅的人数呢也非常的重要，因此哦，我们慢慢的讲到钱也就非常的合理了。因为做任何的事情跟做任何的计划都需要用到钱嘛，所以拯救人类大计划更是如此。而且钱也是大家生活的必须的东西哦，没有钱要怎么样能够拯救世界呢，对吧？所以我拯救人类也是走在这个实际的根本上面的，就是说大家也都需要钱啊。那么这些钱也是对于支持我、相信我跟喜欢看我讯息的人哦，给予的一个相应的奖励跟回报啦，所以就非常的合理。那另一方面，我需要用到钱的这个主要原因哦，我会给大家钱的回报的这个一个主要的原因哦，就是因为我希望能够推快这个进度哦，推快拯救人类大计划的进度。那当这个进度跟流量被加快之后，才能够更有可能的去实现嘛。所以拯救人类跟钱一定是有关系的，你没有钱要怎么研发科技，怎么让大家知道呢，对吧？那么我是希望能够在今年5月份结束以前呐、啊，然后凑到1000位订阅者，然后希望这可以成功。好，大家拜拜。Oh!